运动跟哺乳对我来说都是快乐又健康的事情。我觉得身为一个妈妈，我们不需要因为迷思或是框架把自己限制住。当我们自己健康、快乐、有自信，我觉得对宝宝还有对自己都是最好的。我中间放弃过100次，可是又坚持下来。我的工作还有哺乳，他们两个是不同的事情，也许放在一起很违和。是如果有办法像我这样子，然后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，稍微辛苦一下，但是我觉得快乐跟成就感是一样的。我就是没有追求一定要挤到多少的量啊，或者是要挤多久时间。就是很自在的把喂奶或是哺乳这件事情融入生活当中，我也觉得我很骄傲，我就是一个妈妈，我是一个很爱自己的妈妈，也很爱宝宝的妈妈。